这些东西感觉上对于一个城市的进步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，你们的 KPI 在哪里？审查预算案，其中基隆市府以城市行销为由追加370万，让民进党议员郑文婷要求送大会，被认为同质性太高。因为没多久前才刚砸约1000万找安心雅当城市代言人，期成为10个月。不止从演艺界下手，也砸130万从政界找来杨宝珍当政策推广大使，现在追加370万，其中规划 KOL 原创自媒体相关作业费用占了300万。议员还在等处长回复时，大会主席突然出声：“他已经讲了3次了，那请议事组清点人数，赞成的有9名，2+1=97，预算通过。”遭批用表决1亿孤行通过预算，议员相当不满。大家觉得在立法院，国民党就是这样子不让人家讨论，强行通过他们的法案；可是，在地方也是一样，不让议员发问。安心雅、杨宝珍在网络也有一定关注度，网红行销工作目的为何？期待达成什么样的目的？议员认为官销处没有清楚说明，是希望让多元领域的创作类的自媒体、网络意见领袖，甚至是串流平台，以不同的形式来协助在国内外的市场行销基隆。从 KOL 下手，希望能建立新颖的形象，迎接更多观光客。议员担忧还没有看到安心雅、杨宝珍实质效益数据，就怕点头再撒币一波，最后换了个寂寞。三新闻李俊华、梁宝基隆报道。